ya. Dizim acıyor. Şal. Şal.结束了，我们还是输给天恒了。只有你没输，又不是我拿的冠军。对不起，那些都不重要了。我只是没有想到，有一天我们会在这里见面。 我希望你赶紧好起来。可是我背叛了你，也背叛了大家。没什么背叛不背叛的，我们都没有背叛太久，我们大家都只是想打好比赛，不是吗？当然不是。 如何找迷蒙与现实的平衡点？时间静止于太阳月亮的表面，红色在发烫，灰色也许让漫天作播放，汗水落下的形状会显得夸张。
看什么？没有啊。别死盯着我，那你拿着我这个吧。我在整理啊。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啊！哇，你们两个趁我们不在偷摸在这干嘛呢？好小秘密哦。你就知道。你知道什么是哪里？你别乱说，你给我过来！你每次都乱说话，不能乱说，不要乱说，我哪只？我哪只？